吹泡泡、踢足球、趣味桌游等游戏闯关活动，让大小朋友玩得不亦乐乎。我觉得很好啊。趁着这个活动期间，我带着我的小朋友来玩，那感觉真的非常好，包含有攀岩，还有我们泡泡球等等的活动，真的是很有趣，很有趣。这个活动还蛮好玩的、就是小朋友喜欢，就是有让他享受在其中。我们基隆的年轻人都很缺乏一些户外的活动，觉得很好玩。很棒。真的很好玩。主办单位莺歌社区发展协会与基隆市政府社会处社区培力中心设计秘密探险社区活动，巧妙地将各种福利服务资讯融入闯关活动中。设计了七个关卡，结合安乐亲子馆跟伊甸的儿童发展服务，然后做一个发展检核的活动。那希望在暑假期间的时候，大家可以多在社区里面走走，然后发现社区不一样的地方，促进社区凝聚力，同时也了解儿童发展检核、消防安全、器官捐赠等重要议题。先人死掉以后有什么器官可以帮助人呢？这边是刚好有一个小爬坡啊，然后可以练习他们一些体能、心肺能力，然后借由推球啊跟射门动作，也可以让他们有一些就是协调的训练。为社区居民带来欢乐，更展现了社区友善共好的互助精神。市员秦真亲自到场，鼓励大家来探索安乐区攀爬公园。大家，暑假期间亲子们都走出来户外，然后走走我们安和亲子公园过去大家未曾去过的一个山顶上的一些秘境，让大家来认识我们这个社区，为孩子们提供就近的游玩空间，同时也为家长创造放松交流的机会。透过活动也促进邻里间的交流与凝聚力。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